讯，中央电视台节目主持人，14岁就进入央视的他，有着让人眼花缭乱的辉煌经历。冯乐五洲、民歌中国、正大综艺等各大类型晚会都由他来挑起大梁。他还在历年的央视春晚中担任主持人，凭借着独特的主持风格、爽朗的笑声，成为了亿万观众喜爱的主持人，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被广大观众称为名副其实的央视主持一姐。舒适的光环可谓让人羡慕不已，事业如鱼得水，家庭幸福美满。可是命运给他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，他在2007年就患有甲状腺癌，病情三次复发，把他折磨得痛苦不堪。2017年1月份甲状腺癌复发，坚强的毅力让他零失误地主持完了今年春晚。后来病情每况愈下，不得不离开陪伴自己多年的主持舞台。病痛的折磨和离开央视让他很是失落，进入了人生的最低谷。但是庆幸的是，有一个爱自己的老公，朱迅的老公就是东方时空的王志，两人相识不久就结婚了。朱迅自称是感觉告诉他，王志这个男人值得托付终身。一场大病也证实了他的眼光没有错，朱迅的大病老公没有因此而离开，而是不离不弃的陪伴，还有一个可爱的儿子，这也许就是他最大的精神支柱了。现在朱迅好了很多，但是希望他能一直好好的照顾自己。